那时，耶稣因圣神满心欢喜地说：父啊，天地之主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对聪明和有学识的人隐藏了这些事，却启示给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在你面前，你的美意就是如此。我父已把一切交给了我，除了父，无人认识子是谁，除了子和他愿意启示的人，也无人认识父是谁。然后他转身，单独对门徒们说：你们能亲眼看见这一切，是有福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很多先知和君王想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想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到。